Hello， 欢迎来到原生塔罗，我是微笑。原生塔罗帮助你创造更多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来测一测下半年你有没有机会遇到你的正缘。无论你现在是否有没有人追求，那我们一定会期望自己的正缘快快的来到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测一测。好，我们来跟牌卡做个连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洗牌。那洗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默念我们的正缘来到，或在弹幕上打出这四个字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可以根据标志物，这个是橄榄石的，这是黑曜石的，然后来选出自己想要选的这一组牌，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。